的粉丝一定都发现了，许多参加过人气歌谣的 idol 们都有个固定流程，吃三明治，几乎人手一个，而且是赞不绝口的那种。这个是只有在人气歌谣的便利店才能买到的三明治，也就是说，这是只有歌手或者工作人员才能吃到的三明治，一般人吃不到的哟。不过前几天 Seventeen 就用这个三明治给粉丝做了逆龄缘，还因此登上热搜，也是让粉丝非常惊喜。吃不到也没关系，咱们可以自己做吗？早有韩国博主为大家准备了料理教程，材料和步骤都非常简单，相信心灵手巧的小仙女们都可以自己 DIY。 同款材料：切片面包、卷心菜沙拉、草莓酱、土豆鸡蛋沙拉、卷心菜沙拉、卷心菜加黄瓜加苹果加玉米加沙拉酱鸡蛋沙拉、煮熟的土豆加煮熟的鸡蛋加蟹肉加沙拉酱。从下到上分别是切片面包、土豆鸡蛋沙拉、切片面包、草莓酱、切片面包、卷心菜沙拉、切片面包。赶紧动手做各 idol 同款三明治吧。